来，臭底门，风里雨里下饭先等你，点赞加关注，下次恰饭不迷路。最近的各位一夜暴富啊！那么本期的话，咱们玩这个图是古城废墟啊。上次玩这个图还是在上一次啊，这样最近很多老板点过这个图啊，我寻思还是可以玩这图啊，咱们就来玩一次啊。那么开始的话，咱们上这个点位啊，非常的麻烦啊，因为还总是堵来堵去的。这个点位的话，你至少需要一个五级素材上上去啊。我们买个斧子，我操，这房间没去三秒，真的是，哎，买不了了。哎，我的发，我操，这被绝了，这是宰者们啊！好，你小子，武装开的挺快的嘛，武装开的挺快的嘛，是吧？武装开的挺快，屁用没有啊！他们妈的，兄弟们，蛋壳斑比上线啊！好，我来撅他头，撅他头，撅他的头，把他头给他撅烂，哎，憨憨一群，我操，致命一击到了兄弟们，哎，来。好，还有个电瓶男切割瓦拉，不要跑！你跟他们打油，哎，我开六开六，你还开六开五双是吧？你能秒我，你能秒杀我啊！这把这个技能非常的不错，只要前期有致命一击，那一定就是致命一击二点，也就是憨憨的 S 啊。这个点的话就完全沦陷，这个点位只要破之后啊，哎，这个人类基本上就没什么胜算啊，因为这个点位要分成阴金啊，比较难破啊。虎牙虎牙，居然守这个点位，那不是更好破吗？啊，不过在奈何的话，咱们有个蛋壳啊，容易被发现，不太好上去啊。点来点去真是烦死了啊！你给我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个憨憨臭泰丽莎啊，你去死吧！你个臭安娜，再摸掉 double kill， 哎，好，这把号7K 干的 MVP， 我怎么是 MVP as usual？ 那咱们这把兄弟们啊，有快切，有致命一击，哎，我们来玩礼花好吧？我们来玩礼花啊。尽管平时我进礼花，但也反对吧，咱们没必要进礼花啊，咱们炸就完事了啊。因为这个礼花的话，它这个持有率还是很低的，拍卖会啊都没人卖的啊。好，你看这又开始挤了，又开始堵人的事，你能不能上啊？能不能上？咱们这把无论如何也要挤上去啊，挤破头皮要挤上去。OK， 兄弟们，咱们成功上岸啊。好，下面的话怎么尸变都跟我没关系啊，尽管尸变快切到手，怎么着快切礼花，快切礼花，快切礼花，真是爽死我，炸就完事了，把你屎都给你炸出来，对吧？礼花它虽然很辣眼睛，虽然很阴间，但你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它攻击版面不是一般的高啊，在卧室炸下自己立马就个位数的血啊，或者十位数的血啊，所以咱们这种居高临下的手点啊是非常舒服的啊。好，来啊，你尽管炸，你尽管炸我，您炸我，那我也炸您，对吧？啊，咱们礼尚往来啊，看看是你死得快还是我死得快啊！来，我操，快切礼花有点爽，兄弟们，有点香啊！一剑连，一剑连，啊，再继续炸，继续炸，哎，爽死我力！我操 ，triple kill， 再来，再来，哎，把僵尸的尸给他炸出来。所以我在思考啊，十月份以后到底要不要进礼花，对吧？像这种野房啊，都没几个礼花的啊，我不是乱炸一通。但十月份不一样啊，十月份的虎神数量、斧子的数量啊、弩的数量以及礼花数量都不是一般的多，只要不进到就是人手一把的感觉。哎，所以还是得进啊。不过咱们这把继续嚣张就完事啊，对吧？炸就完事啊。今天啊，也是个路易斯妈的好日子，咱们放个礼花庆祝一下路易斯妈啊，去炸他们哎。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我操，杀疯了，兄弟们！我操，我的，怎么被炸下去的人是宰种钩子雷啊！一个芭比闪了，一个芭比闪，一个芭比闪！哎呀，被摸绝了，真是烦死了！我真的是操着钩子雷，去死吧！你看看娜娜啊，你无双是吗？你两秒无敌，我四秒无敌强吗？真的是，哎呀，才13K， 真的是，哎呀，亏了！我操，被钩子雷炸了一下。那我们还是继续啊，继续快乐，快乐就完事儿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个小斑比隐身是吧？砍不死你，砍不！哎呀，他妈快乐没有，真的是宰种啊！不过也没有关系，咱们这把的话有二段跳，这种点位还不是随便抓对吧？还不是随便抓，你们尽管来啊！只要这个点位沦陷的话，人类就一败涂地了啊！啊，难逃一死，乱抓一波，哎，可以。好，恢复强化也来，我操！我这波貌似忘记赌致命一击了，兄弟们啊，对吧？哎呀，傻逼了！我操，英雄出现，那么快乐再次降临啊！你看我超进化都有了，只要英雄出现，那就是嚣张图房，对吧？刷屏未必靠四件套，炮锤永远是王道啊！好，你小子上山啊？什么点位不应该不上什么点位是吧？好，那么还剩一个人的这个酒桶这个点位啊，咱们二段下接呼他一脸，哈哈！好，还是个 DJ 啊，龙骑士玩 DJ 啊，南头一。
抓不到你是吧，你小子。好，这把是 7K 杆的 MVP， 我还是那个 MVP as usual。 那么这把继续当个快乐的礼花载主没什么不好的，把僵尸啊炸到怀疑人生是我的最终目标啊。不过奈何现在这改版之后啊，这个二段跳是僵尸的技能啊，不然咱们这个点位就不用去挤了，对吧，随便跳就完事儿。不过这把我感觉可以上身啊，兄弟们啊，咱们上身拿个十字弩在这射也是非常好的。哎，来了您一倍。哎呀啊，知道为什么您一倍吗？你看这 FR 是不是快没有啊，是不是快没有了啊，小弟啊，老弟哪里跑呢，是等你半天了还要上身啊，上个屁啊。好，又是个臭闹闹，他把给摸地还是憨憨步的吧，不管他啊，咱们这把直接叫超进化变彩铃，反正也保不住啊，不如把他交了，对吧啊。手里那个点位难逃一死哦，难逃一死。那个吊灯点位啊，只要有了蔡林灯的，其实后就没那么阴间了啊。还看到拿火拳在这打，我这里还有两个人的手势吧，哎，难逃一死。你看我直接呼你一脸，一个憨憨，不要跑啊！你跟他们打有铁没？吃完了拿跑了啊？哦呀，血气害自己是吧？啊，血气害自己。啊，咱们去破这个吊灯这里，哎，这全是礼花，全都是礼花，炸个不停啊！但是的话，我也是个礼花宰主啊，咱们换一边啊，咱们换一边。我们从侧面一火一波，抓他们个出其不意，抓他们个猝不及防啊！还有个电瓶呢，来呼你 DJ 是吧？啊，你给我等着，今天非把你抓了不可，知道吧？再这么切格瓦了啊，给我滚下来，滚下来！这钩子还不生效啊！好、啊，咱们收了一条波，来了老弟，来了老弟啊！手这里没死过是吧？啊，别急别急别急，来了我的朋友，一个憨憨。两个看看拿金箍棒，我没有看错吧啊，还有个蓝魂妹啊， OK， 这就完全沦陷啊，还是两个人都被抓掉，那个酒桶这里有声音啊，又这个龙骑士玩 DJ 甩啊，你继续甩啊，甩啊，你克六七手雷是吧，来把他摸掉啊。哎，还有个人吗？还有个臭奶奶卡住了啊，来臭奶奶啊，等一下，哎，被炸出来的人是傻乎乎吧？又是即刻干的 MVP， 我不想再玩僵尸了，好吧？啊，拿这么好的输出技能，他妈把把变僵尸，把把是 MVP， 哎，训练！就看这把他会不会英雄出现，并咱们这个双剑是3000随机的啊，只要能抓起来，他妈秒一波之后啊，哎，我们不玩炮锤，我们玩蛇腹剑搭配这个炮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好，来英雄，哎呀，别人变英雄在我的面前出现，简称英雄出现啊！不过咱们手动黑性就完事啊，这波咱们一定不能白给，你看我戳不死你啊，随机武器永远地选，升级杠杆地快啊，来我们再戳，我们再戳，憨憨僵尸源源不断的事啊，又是礼花又是剑阵，不是一般的辣眼睛，咱们这话在下面手点一定要小心一点，一定要小心一点啊。来这边看着 BB 啊，来 headshot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， 咱们 F2 也打出来，咱们立马交这个叫什么天驱啊，然后这个炮还有这个蛇腹剑啊，来了老弟对吧，哎，怎么是个标标枪啊，咱们买两个武器，我傻逼了啊，不过也没有关系，不过也没有关系对吧，哎，这个蛇腹剑的减速还是很牛逼的啊，十米的减速对吧，咱们背靠墙就 OK 啊，来了老弟啊，来先把这个鸟打出去啊，只能待会儿那个叫什么按到右键，来咱们这个大鞭子抽起来砸地一波，再喷一炮过去啊，现在是根本无法近身，好吧，根本就无法近身的啊，再来啊，我们时刻注意 S 后面有没有复活点啊，这全都是小玄子对吧，东厂的团建又开始了，兄弟们只要不进玄魁他全都是玄魁，来砸地一波，还看看赤将的喷他一炮，我操，你看这复活点的位置，听了把他送上天啊，好，先别急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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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注意血量啊，血量不够的话立马就喷一炮回点血啊，回点回血，咱们的话也不能特别浪啊，一旦漏 S 那就没了啊，所以咱们一定要背靠墙，保证这个屁股后面是没有僵尸的啊，来来了老弟，休想近身我啊，尽管来啊，只要没血之后喷一炮血就回来，知道吧啊，然后这个双斧，这个什么双斧打地，这个蛇腹剑砸地是非常不错的击碎效果啊，来砸地一波，再来把鞭子抽起来，减速减速减速啊，刀光剑影的感觉真不错，兄弟们对吧啊，踏踏开一字摸踏踏开啊，休想过来抓我，你能秒我，你能秒我，僵尸已经压过来了，我操，稳住稳住稳住，千万不能慌，现在啊砸地一波啊，小
啊，别急别急 ，boom 的炸死，马上黑洞打好，马上黑洞又打好，白洞永远第一神，对吧？啊，生化乱不乱？白洞说了算啊，继续啊，继续啊。我操，现在吸的全都是玄鬼啊！东厂团建又开始了是吧？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斧子跳劈、地雷爆炸，总有死法适合你啊！来，黑洞还没打好，哇，把我炸上去真是，谢谢你太多啊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哦，居然还有个人没被抓掉，兄弟们啊！我操，七八天四嘚他们一下啊！把他们吊起来打，对吧？这个黑洞输出拉满之后，他就去把主武器兄弟们去射，继续乱射跳皮带子，哇，全都是无敌的玄鬼，我的朋友啊！零零零零零零一世界啊！别急别急，稳住稳住稳住，斧子还没能量，稳住稳住，来射一波射一波，把他们打散，把他们打散啊！反正话还有个月签不要怂啊，只要不被月签就好了。好，来兄弟们七八天四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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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，老弟啊！看又是玄鬼，全都是玄鬼，我说全都是玄鬼跳皮带子啊！好，我们继续盯，我们继续盯，我们继续盯，盯盯盯盯，进去吧，你小子，啊，来，斧子还没能量来跳皮带子，我的朋友，我们去盯盯盯盯盯盯，最后一波，最后一波，射不死你，我操，栓死我力68K 杀敌的 MVP 啊，连续260K 真的是栓死我力，而且不知不觉一问题他又打满了。这把无论是英雄出现还是我手段 F1， 我们还可以再玩一次英雄嘛，希望不要拧椅背啊。这个方的话感觉推了好多人啊，都被打退了，我操。哎，没办法。对吧，生化乱不乱白洞说了算啊。看一下这把会不会英雄出现或者拧椅背。好啦，很幸啊，再玩一次英雄，不多逼逼。来重拳出击带子，我其实我不应该秒的。应该科学演示的，我操！来，咱们就把先乱射一波，走走走走走走，科学演示去啊！咱们科学演示去了啊！既然只要能抓起来啊，我就可以嚣张屠坟。这个坟的话，很多 bot 现在，我操，都没什么玩家，都被打退了，我操！来，咱们回到这个地方，先点个箱子去啊！还是把这个白洞给它换出来，知道吧？啊，生化乱不乱，白洞说了算，哎。而且这把不知不觉他又抓起来了，兄弟们，我也开始兴奋起来了啊！屠凡就是现在，哎哎，刀枪没有翻出来，嘚儿他一下，我操，被围住，被围住是栽种大肥啊！来 ，Kill B headshot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来猫刺 Q 啊！赶过来扛我，你小子活腻了啊！咱们注意这个血量，注意这个血量啊！来七八个天线啊！赶过来惹我，指定没有你好果子吃。所以两个地雷把他们给炸死，拜了个拜。咱们一定要时时刻刻注意这个血量啊！一旦没血，赶快跑，赶快捡箱子去，千万不能贪啊！一贪就死啊！好，只剩我一个了，只剩我一个了啊！又是1v29的时刻到了，兄弟们，哎，咱们找个地方去打一波超神屠坟啊！我操，好多僵尸这里啊，像重拳出击，咱们来这个空地这里啊。哎，这番比较开阔，咱们叫 FR， 先叫 FR， 武器规划待会再教啊。来七八个天四，嘚住吧你小子啊！进去送你个地雷啊！咱们换无人机啊，立马切无人机。无人机地的话无缝切换啊，去叮叮！我操，被围住了，先把他们给射开，把他们射开啊！去叮叮叮叮，七八个天四啊！一旦灭我扛机了，一旦灭我扛盖了，跳皮带走啊！无人机的话先别急着炸，先别急着炸啊！我们把第二个 FR 打出来之后，我们再炸无人机啊，不然的话这个地雷买不了。现在说的太远，咱们就还没机会去捡了，就卡 FR 啊。好，我们去盯一波，盯一波，先嘚他们一下，嘚他们一下，把他们定住之后啊，把他们打进去，吸进去，吸住他们啊，全都是玄鬼，不过也没有关系，对吧？来重拳出击啊！有个男英雄真的是烦死了，我操了，就嘚他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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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三个，一个，把他们射开，把他们射开，射开，射开，把他们射开，真的是吓死我力啊！七八天塞，千万不能被震枪啊，千万不能白给，不能白给，不能白了，跳皮带子，我的朋友，好吧，马上哎呀！FR 马上好了，马上好了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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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来，兄弟们，交地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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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来了，老弟，七八个天色，进去吧，你小子！我操，没吸过去吗？哎呀，黑洞打远了，你是操！啊，射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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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别急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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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咱们这把千万不能死，千万不能死啊！380滴血，分成脆，分成脆，分成脆，现在啊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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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七八个天色，怎么是这个地雷啊？我操，还没炸吗？刚刚那一下，哎呀！63K 还算可以吧，兄弟们，还算可以吧。那最后打的第一名啊，628分，谢谢收看啊。